好，我们今天来到善化，善化这边房子也长得很可怕，后面那栋大楼，哦，这间听讲一平贵到40万那边啊，那真正假？那我们这边透天哈，这边的做法是这样子，我们大概来看一下。那这边的话呢，我们一样加压马达出来，哦，我们绕着地上走。因为我们这边没有办法随着墙角，是因为墙角那边它已经装了那个热棒，那我们就是走这样。那我们下面哦，它那个管子会移动哦，所以我们都给它打那个下面给它打水泥孔哦。记得哦，那个楼顶哦，尽量不要给它打怕坑，那怕坑老就业做麻烦的，所以我们都是用那个水泥孔来固定。好，走走走，我到下面这边嘞，哦下去，那设备就是装在下面这边。哦，那我们等一下再去楼下看。哦，那看一下他们热棒，哦，他们的刚装好的热棒，自然风的，哦，好，我们这边楼下呢，做起来就像这样啊，哦。那我们一样随着墙壁，哦，这样子下来，然后都有做开关压力表，哦，下来。那这边的因为空间比较有限哦，那我们就是把它坐在这个楼梯的后面，这样坐起来刚好，哦。那这个烟筒哦，这个烟筒是可以移动的，比较没有关系。哦，那我们这边坐起来就像这样。哦，再上去楼上，哦，那就是刚刚看到的那两支管子的连接，哦，这样，好 ，OK， 那今天善化安装分享哦，就先到这边，好，感谢大家。